有的有时候好些辩的事有时候也愿意跟他说，有时候也不愿意说。怎么还有不愿意说的？因为有的时候啊，我有的事可能是怨我哦啊，这我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这我知道。有的时候我闹不清楚为什么哦，所以有时候真是窝在心里边。没事儿，有什么别扭事儿您就跟我说，我帮您分析。举一个小例子啊，啊，今天来的各位可能也会知道这个事儿啊。哦，北京有一条主干线叫二环，那是最里边的这个，围着北京城转一圈。嗯，您走过二环吗？嗨，走过呀。在座的好些位也走过吧？肯定，北京人可能都走过二环。好吧，那我问一下啊，嗯，就说这个走二环这个有没有学历的要求啊？您这想歪了，这个，走二环跟学历没有关系。必须什么是大专的大本的是什么？有的，没有没有，小学生照样可以走，都可以是吧？对，就是那个包括家庭环境什么的背景有要求。您别瞎琢磨，啊，这跟任何都没有关系。你趁多少钱才能走二环？跟钱也不挨着，都可以走二环。我能不能走二环？你也可以走二环呢。你不用骗我，真的，好哥们好兄弟，你不用。这我骗你干嘛？你也别安慰我，你就跟我说实话。我就是实话，你也可以走二环。各位您可都听见了，嗯，忠厚长者于老师说话不骗人，我不打诳语。他说了，我能走二环。嗯，可为什么我走二环他们不让我走二环？各位，我一说这事我。不是自真的，为什么我不能走二环？对不对？我自己我能躲着车，对不对？撞死我活该，是不是？来车了我躲，知道吗？这边躲。你等会儿。为什么我不能走二环？那是不能走二环。你刚还说能走呢。谁知道你走着上二环呢？我一直说走二环呢。您这什么概念呢？这是一分钟不到就变卦了，这都是人吗？这都。这不是变卦了，啊，走二环不是这么走，不让我走二环，不是不让走，您得坐车呀。我坐车，他们欺负我。坐车谁欺负你？坐公汽车欺负我？没听说公汽车欺负人。我也没有月票啊，我也没有卡啊啊！当然我买票，买票就可以，啊。你说多少钱给你？你没零钱，你就别找我。你这还挺大方，这可以吗？可以上啊。我上啊，上好上车，啊，上车车上啊，啊，都坐着呢。哦，这车还挺空。净那空座哦啊，我能坐吗？能啊，没有什么大肚子呀，老头老太太小孩都没有啊，不牵扯让座。在这个情况下我能坐不能坐？你可以坐呀。好好好啊，我坐这儿啊，把这车窗推开，哦，看看车外的风景。没问题啊，你这有点危险呢。就是看看风景啊，前面那个窗户也开开了，哦，也探出一脑袋来，进去。人家提醒你，你还出来了，你说我就不气迷心，这个快快快进去，管着吗？啊，就不，这不是较劲吗？那可对不起了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您这比吃猪肠子还恶心呢，知道吗？韭菜鸡蛋馅儿的。哎呀，哎呦，我都听不见了，都腻死了。我最讨厌韭菜馅儿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什么馅儿也不能这么吃啊，知道吗？说实在，欺负我。这不叫欺负你。不能坐公交车。怎么总结出来的？这知道吗？人争一口气，佛受一炷香。你要干嘛？长志气。你哎，买辆摩托车。哎，你骑着摩托车就可以上二环。列位，好摩托车比汽车不便宜，也是很贵。来辆车。哦，买回来。什么牌子的？还没骑呢。啊，这就不像话了啊！好摩托车有没起牌子的吗？我不认识，都是外国字儿。哦，进口的。也不是新的，就二手的。老车，别人骑过，反正人家说收藏的那种叫啊，那还是个老爷车。哎，反正是有年头了。什么年代的？苏联专家撤退时留下的。嚯，这有过于老了吧？这个买回来这车，呵，啊，从屋里边到院里边都铺满了。您买的是零件啊？就是散的吗？哦，咱们自个儿组装啊，往一块攒，哦。您有这个手艺？脑子先想摩托车什么样吧。
现想啊，因为太碎了，太碎了，哎呦，碎往块攒，嗯，拿铁丝拧上，是吧？嚯，有了地儿得拿鞋带儿，这能结实得了吗？这个一个来月组装上，站在这儿，哦，我也趁摩托车了，哼，来一朋友串门，嗯，嚯，嗯，变形金刚，哎，这位也眼神也不怎么样，这倒霉样，你看看，摩托车，哎，哦，是吗？呵。还揉揉眼睛，哎，哦，你这一介绍还真像，哎，这好，不说是什么都认不出来。我有摩托车了，这也算有摩托车了。哎，我可以开着它上街了。不成啊，您这么窜，没有牌照，起呀、啊？那您上人家起去，找警察叔叔。嗯，您说我来给起个牌照。好，不行，嗯，把你摔死了，活该，是吧？哦，你这车要是一散了呀。容易把老百姓见着。哎，好嘛，这一撞都往出飞零件啊！您这个，拉倒，不起了，拉倒啊！骑是得骑啊，哦，找人画一牌照，作假。我们这个有一说相声的，嗯，叫侯震啊，就在我们这儿。哎，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，嗯，叫侯震，对，大脸盘子，嗯，这脸跟囊似的，嗨，什么比喻？嘴碎啊。有一口头语儿，老说像话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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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对，是找侯爷，嗯，手里画一牌照，哦，画了一个牌照，是吗？又给我画了一本驾照，驾照你也没有啊？没有，好嘛，收了我200块钱，还要钱，真心疼啊！嗯，比买车还贵，您这车还没花200块钱呢，8毛钱一斤，嘿，好嘛。按着废铁这么收来的，140块钱，啊，弄得了，牌子装上，嗯，车本揣好了，嚯，我要上街了，你胆子真大，干嘛呢？踩着了呗？哦，踩火呢？哎呦，哎，您这车肠胃不好吧？我这车烧豆油的，哎，好，滑肠，哎，哎呀，这痛快，哎呀，那是痛快呀，您痛快了，您不管后边这地了吗？不许废话，这就是羡慕嫉妒恨，知道吗？谁羡慕你这车呀？哎，别惹我啊！啊，嘟，开出去了，开车了。好，上了街了。哦，列位，嗯，天黑了，请闭眼呐。好嘛，杀手出来了，这是上街，高兴。这轱辘还不圆呢，是怎么着？轱辘我补了一块。哦，补完之后它颠的，那是颠的。这多难受。有一好处啊，走到街上，大伙都跟我打招呼。啊，以为我点头呢。哎，这嗨。看谁都是熟人的，走大街上满马路都是。哎，其实我也不认识他们啊。废话，你冲人点头吗？上街了啊，旁边过去一辆小汽车。哦，他竟然超过了我，多新鲜呢！他这是要作死啊？嗯，人家还要作死？哼，你这别不服了，你瞧，我不是不服，我颠蹬的这。哎呀，我一样超过他啊！我得哎，我打他车头里别过去。这不是玩命的吗？这哎，往前加速，鸟蹭我就过去了。好家伙，车不出声，人出声啊！您这交警喊我，哦、哎，嗨、哎、嗨，下，拦住了吧？15分钟之后，车停了。啊，怎么停那么长时间呢？整停交警跟前儿，嘟，瞧，甭点头了，跟人聊几句吧。嗯，哎，交警看看我，嗯，您好。敬礼呢？有两件事，其一，说，嗯，什么事？第一，嗯，你压我脚了。哎，这呵，那还敬什么礼呀、啊？这玩意儿，你怎么不喊疼呢？啊，我鞋大。哎，一看就是发的啊、哦哎。那么，请问第二呢？啊，第二，嗯，不是我让你停的。谁、啊、那个路口那个交警我说停15分钟呢这个上车来、啊、我带你找着去谁跟你去不去啊我刚结婚犯不上哎这
这是警察说的话吗？这都，啊，开车，哎，客气着走了啊，回来了啊，这边这警察正等我呢。哦，看不见影了都。大圣，哪有大圣啊？孙长老，收了神通吧。你就跟他嚷一句。回来了啊。你哪儿去了你？嗯，哪儿去了你啊？我这不回来了吗？啊，什么事儿您呢？你刚才抹人那车了是吧？是啊。你打那过去，这车到现在都没动。哎呦，啊，过去看看去吧。瞧瞧去吧。啊，是，走，咱们参观参观啊。哎，什么叫参观参观？打个车门，车里坐俩人。哦，两口子。嗯。男的趴在这方向盘上不动会。嗯。女的坐边哭。倒了霉了，怎么了？警察同志，您瞧这事闹的啊！嗯、我们是两口子，我们今儿出去玩去。哦，啊，我丈夫人特别好，嗯，就是胆小。哦，我给他讲《聊斋》来着。你瞧这主意，正抢着呢啊！打、嗯、车头里过去黑影，嗷！好家伙，这位开车愣吓死了你，到现在趴那就不动混了，惹祸吗？不是，警察瞧瞧我，哎，嗯，你有本吗？嗯，递过去。真胆儿大，他接过来。嗯，你别走啊，你别走啊！瞧出点来。你这照片上怎么盖一侯震的人民钢啊？哎，这嗨，章还盖错了你。结果把我给拘留了。哎，你就这罪过，坐在拘留所里边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你瞧，这么大活人把我拘留了。嗯，正难过呢，外边警察又送进一个来。哦，这位进来还说话呢。说什么？像话吗？像话吗？像话吗？哎，这好。把他也逮进来了。哦，侯爷您好，你、嗯、怎么进来了？嗯、哎，这咱举报了，说我给人画那牌照什么的啊。嗯嗯，那准是呗，你给人画完人举报你了。嗯，你都给谁画过？嗯，我就给你画过。哎，对，那不就是你说的吗？待了几天，我出来了。嗯，侯老师还留在那儿啊。哎，他罪过大。哎呀，出来之后倒是遇见个好事。怎么呢？老话说“否极泰来”呀。哦，有人给我介绍个女朋友。啊，这倒是好事。你瞧，这净倒霉了，有好事。嗯，哟，这姑娘很漂亮，好看啊，烫着那个，哎，就这样的。哎，你打我比什么呀？烫着一脑袋花卷头。嗯嗯，抹着眼眉。嗯，一直能勾到后头去。形容一下嘛，是吧？哦，口红，差点把脑袋给劈开。嗯，嘿，长眼睫毛。护身护身大长眼睛毛，嗯，夸一翻能把帽子挑去，好家伙，钢丝儿的这是，嗯，还带着那个美瞳，哦，哎呀，真好看啊，嗯、跟哈士奇似的，哎，跟狗似的呀，什么话这叫？不，哈士奇不就是狗吗？哈士奇是狗啊，啊，嗨、哎，我还以为英文美丽的意思呢，这你怎么琢磨的这是？我说夸谁谁打我呢，嗯，那姑娘姓找，哦，叫别扭。这女孩叫找别扭、嗯、大名叫是非。哎，好，指不定多难伺候呢。嘿，我们俩聊得可开心了。哦，到最后她问我、嗯、你有汽车吗？嚯，有。愣说，我怎么说出这么句话来？你有。嗯，说完了后悔了、哦、行了，过两天开着车找我，咱出去玩去吧。得，她走了我傻了啊。哪有啊，就是啊，这不要了命了吗？说瞎话，站在街上看着来往穿梭一辆一辆车，嗯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怎么呢？你说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啪开辆大车停在我这儿下来？爸爸，您来这个吧。凭什么呀？人家这不干神经病了吗？这，哎，打这边来辆大奔啊！凭什么你开车、哦？凭什么我站这儿？嗯，我伸腿迈一个绊他。哎，不是好主意、嗯，好吗？这不错，这哦，谢谢啊。嗯，伸腿绊他，绊他怎么着？你猜怎么着？啊，给他给吓了。嚯，给我给疼的。哎，这嗨。压上了，没有，得亏躲开蹭破皮了。哦哦，哎，想一好主意，怎么了？暂时没有车可以去借，你找谁借？再等五天，我就能借着车了。怎么呢？五天后侯爷就出来了，还找他借呀？他跟我好朋友。哦，那也不行啊。嗯，这本儿你也没有啊？再等五天不就可以了吗？干嘛？侯爷就出来了。啊，你吃上侯爷了是怎么着？那有交情啊。他有一辆车，哦，菲亚特126P。啊，就那小车，这车八几年值好几千呢。啊，是，现在一分都不值了。那不行，我有辆车就比没车强。哦，等侯爷出来了，跟他一说，您那车在哪儿了？嗯，在房上。房上。好车能上房吗？是啊。搬梯子上去一看，嚯，哦，140多个塑料袋装了这辆车，那么碎呀、啊！雇三轮车拉回家来。啊，满地都是汽车。
他这车都是平面的。准备工作做好了，啊，买铁丝儿，买鞋带儿。他这汽车费鞋带儿，你知道？攒车。哦，千里之行，始于鞋带儿。没听说过。哎，准备好。哎呀，这个车年头太多，好些个配件都没有。那缺件儿啊！我往里边续进一辆摩托车去。就您那车续进去了？我那车续在里头了。哦，又续进一辆半自行车，这好嘛，全是攒的，一个来月攒得了。哦，都挺好，是，就一个遗憾，嗯，每个座底下都有一副脚蹬子。哎，这自行车零件不能浪费了。嗯，行，就是它了吧，也就凑合了。找找别扭，这什么话？这是他叫找别扭，我找找别扭。哎，你们俩早晚就那么别扭，嗯，我听着。来，上车。嗯，坐在那儿，哎呦，真好哈，这车真新鲜哈。哦，我这个脚搁哪儿啊？哎，没地儿啊。我有脚蹬子吗？啊，搁什么？搁什么？搁好了。哎，咱们这是概念车。哎，您这车就剩点概念了啊，概念车啊。嗯，待会儿咱们一块儿蹬啊。哦，汽车怎么还得蹬啊？环保吗？是吧？哦，白天别发动。哦，哎，咱们今儿出去玩去。哦，哎，我带你五环一日游。哎，这车跑五环是得一天啊。但是啊，嗯，我可不敢许你啊，准能跑一圈来。哎，这好，还到不了，看咱俩的体力了，好吗？哦，这跟体力还有关系呢。来，预备，走。哎呀，啊，真蹬到天黑啊。啊，连半圈都没蹬了。那是我们俩累得跟孙子似的，辈儿都上去了，四脖子汗流啊。嗯，哎呀，但是那个咱商量事儿吧。啊，我有点饿了。哦，走，咱们出去吃饭去。好。哎，下来之后旁边有一个幸福村西餐店。哦，这好得了好不了啊，村里开的西餐店，你管那个解饱就得了呗。啊啊，坐在这儿上，什么叫刀叉了？哦，哪个叫饮料了？牛扒乱七八糟全上。嚯，哦，服务员啊，给我来一瓶啤酒。嗯，啊，哎，开车可不能喝酒。我这叫开车呀。我把这茬给忘了。你真抬举我。蹬着过来的啊，来瓶啤酒。哦，要常温的。哦，不能喝凉的。怎么？我大姨夫来了。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不能喝凉。行，你等会儿吧，去，别胡说八道啊。怎么了？你先打住吧，打。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大姨夫来了，你没弄清楚，你这个人没有社会常识。怎么了？我喜欢喝啤酒，但是呢，我如果说喝常温的啊，啊，一瓶顶多了。我喝凉的，十瓶八瓶都是他。哦，我大姨夫是我大姨的爱人。嗯，约好了晚上上家来跟我喝酒来，我得留着肚子跟他喝凉啤酒，所以这会儿只能喝一瓶常温的。怎么了？你瞧，我理解错了，对不起啊。我大姨夫来了。就别说了，这也不是什么好话。这我都解释完了吗？这不解释管用吗？不是我嘴脏，是你心不干净，知道吗？谁呀？哎，吃饱了喝足了，走上路。嗯，俩人出来坐好了。哦，别扭跟我商量。哦，相公，相公，发动吧。哦，我实在蹬不动了。哎，累了。我后天单位出差，我别误了。哎，后天呢？好吧，你稍等啊。哦，下来。嗯，还是这动静。我这0.1的排气量。哎，0.1的排气量。您这还不如一屁劲儿大呢，这0.1的排气量，您这车我跟你吃2两黄豆谁都能开。好意思说？嫉妒，我这有什么可嫉妒？嫉妒啊！哦，开好车走，发动。嗯，俩人坐在车里边，哈，还颠腾呢。别看天黑，满街都熟人啊，跟谁都客气。往前走。车头里来一老大爷，哎呦，这老头有60-70岁，坏了啊！哎哎，咔，嗯，闸线儿还崩了。哎，这车还有闸线儿呢。哎呀，大爷，别动了啊！哎，别动，千万别动。是是，砰！哎，撞上了。老头一个轱辘站起来了。啊，我说不让动呢。啊，瞄准呢是吧？这好，动一点都撞不上这个。我赶紧下来。啊，大爷大爷大爷，没事吧没事吧。嗯嗯，老头站起来了。哦，我练过武术，得，要不然非撞坏了不可。是，得了得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走了。啊，别去，赔钱呢。啊，您不没事吗？啊，一说没事，咣当的躺下了。哎呦，哎呀，
赔五万吧。好，碰瓷儿来了。大爷，咱别玩笑啊！啊，哪儿您就五万？是，有八千我就攒飞机了。哎，你别提这个了，哪儿能攒飞机呀、啊？你按这账头算差不多、啊。有按你这账头算。我们俩这儿说着，嗯，车里边别扭听见了啊，一听还赔钱呢。嗯，打他那座挪到我这座，他跑了。这娘们真仗义啊！哎、这。还捧呢，车也跑了，人也跑了，我得追呀、啊！是啊，我站起来就追啊！老头后边追我，哎呀，三分钟，嗯、老头跑我前面去了。嚯、嗯，大爷，我在这儿呢啊！哎，别叫他了，扭回头又追我，嗯，把我吓得呀、啊，穿大街越小巷这通跑啊！哎，拐出胡同了也不谁，嗯，地上有一地沟，把这地沟盖给挪开了，敞开了，我没看见，咣叽就掉里边了。你看看，也不错啊，躲一会儿是一会儿，藏着吧。正躲着，老头追过来了啊！低头一看，哎呀，老头啊，上年纪人心眼好，一猫腰一伸手，把您拽上来了，把盖盖上了，盖、哎。你看看烫没烫？谢谢，哎，谢谢，谢谢，嗯，谢谢各位的热情掌声。嗯，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。是，刚才这个节目叫做《洪阳洞》，嗯，传统的相声啊、其实这个相声呢，我也会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不会，行。您是艺术家呀，这怎么不会呢？我就怕打。打哏的节目，实话实说，这样的节目呢，我不怎么喜欢演。是，而且老占人便宜。对，往那一站，一张嘴就是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。我不爱说这些，你知道吗？你没少说呀，这就没有什么意思啊。二位说得很好，下去休息一下。是，这场呢，又把他换上来了。哎，咱们两个人嘛，给大伙介绍一下。嗯，这位老师叫于谦，是我于老师。不敢捧哏大家，没有您捧哏巨匠。很多相声演员呢，这个大伙都知道，嗯、一般都知道这个逗哏演员是有名气的，一般都是这个逗哏演员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我老祖啊，侯宝林，哦，侯先生，哎，他的捧哏呢，大伙很少有人提起啊，不太清楚。是，其实人叫郭启儒，哎，也是大家呀，也是大家。嗯，还有这个马三立的捧哏啊，叫赵佩茹，对，后来是王凤山，是很少有人提起。嗯，哎，还有我师爷的这个捧哏，嗯、啊，叫什么来的？无所谓啊，无所谓。哎，别，就是别无所谓啊，我忘了叫什么了。忘了不行啊，叫石富宽呢、啊。石富宽啊，侯月文，石富宽。这石富宽您熟？那是我的师傅，啊，授业恩师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不丢人的啊，没关系。多新鲜呢，那有什么可丢人的？不丢人，不丢人啊。石富宽是也是捧哏巨匠。哎，到这儿，大伙一提这个郭德纲，嗯、后边紧跟着啊、嗯，这脑子里就蹦出两个字儿啊，于谦于老师。哎呦。说相声说得好啊，大伙儿捧捧哏，嗯，多好。哎，您捧我，说是捧哏，其实就是上台上听相声来了。嗯，这个你先等会儿，各位还得买张票，你先说是不是？人家不但不用买票，还挣钱。你看有没有什么呀？你先等会儿，有没有天理？我是听相声的，是吗？啊啊，我不是说相声的，和我上台上听相声来了。啊，你对呀、啊，你会什么呀？你刚才捧我半天，合着不为捧我？我捧你了吗？啊、我刚才那是捧您的，不是我。哎呦喂，你想多了，是吗？哈、啊，想多了。哦，不是捧我呢。不是，那我也不能算听相声的。那可不是吗？哎，我问你一小问题啊，相声演员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都有什么？傻了吗？傻了吗？赶紧照相啊，各位，赶紧照相！你都说出来了，教育您的孩子，这就叫傻啊！你都说出来了，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啊，谜底就在谜面上啊！什么谜语啊？这是，这四门功课不容易啊。首先拿这个说来讲，是得干净，干净利索，这是必须的条件。利索，台底下呀，勤加练习，利索，干净利索，对，丝无阿缩。您要会您就拼，不会就算了。干净利索啊，关键是这个嘴里，嘴里，嘴嘴，对，滋哇嘴又来了、嗯。
我是这个昌平人，我有口音。昌平也没这么说话的，是不是？嘴里哪有？有点口音啊。最有难度的，就是唱。哦，今天好几场节目，很少有人唱。是。刚才这个唱了几句，还有那个叫什么高贺彩啊，会唱，但是唱的，怎么了？挺好。你别害怕，人走了都。走了啊？唱的一般，各位，真的。唱的一般、哦、他一般，哎，这么说您行、哎、我能不行吗？我卖着票呢，我这儿知道吗？哦，我唱的还行。是吗？还行。我自己给自己打分的话就100分的啊，100分吧。哎，没有您这么不谦虚的，100分制的，您给自个儿就打100分。那可不是吗？一点瑕疵都没有。我知道的多呀。知道的多啊，那也是学问。您呢？我知道皮毛。皮毛？对，一般捧哏都这样，知道吗？又来了。知道点皮毛啊。就是吗？问您一个事儿啊。啊，有这么一个小曲儿，叫做和尚叹。哦，听过没有？和尚叹啊？没听过。没听过？没有。退票快。哎，这什么就退票啊？不是你卖票吗？你卖票，你给大伙说呀？大伙都冲您来的呀。没有，门口贴上特大喜讯，今天于谦来呀。于谦来也是捧哏来，这得逗哏的说，知道吗？逗哏的说。对，什么叫和尚叹？你拉出来的片子，你给人解释。好好好啊。什么叫和尚叹？对，为什么叫和尚叹？嗯，怎么叫和尚叹？是因为他的父亲，嗯，就是和尚。哎，这个事儿，我爸爸是和尚，多少有些蹊跷啊。蹊跷大了。这个我爸爸是和尚，我打哪儿来的呀？不是，你看我干什么？什么叫看你？我得问。咱俩这岁数对不上啊。废话，废话，不合适，不合适。没有说合适不合适。哎呀，说相声还有这个便宜，你看。去去去，我就问你这个事儿啊。我爸爸要是和尚，我打哪儿来的？您误会了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父亲不是正经的和尚。他是花和尚。我说你爸爸鲁智深了吗？啊，鲁智深干嘛呀？不是正经和尚。什么和尚啊？就是脑子上，小时候脑子上梳一个小辫啊。那叫梳一小辫。幸亏没梳大辫，你看多脏啊这玩意儿。我小辫儿啊，昌平人才走大字眼呢，知道小辫儿，属于小辫儿。对啊，叫那叫什么和尚？跳墙和尚啊，就是带发修行。哎，对了，跳墙和尚。对，不光你爸爸是跳墙和尚啊，您的仨大爷都是跳墙和尚，哥四个一块跳的墙。哎，给他们哥四个送到这个寺庙里头啊。寺庙里头有一位老和尚，哦，叫智障法师。听着就不怎么样，这名字。智障法师非常喜欢他们哥四个，哦，分别也给他们起了发名了。都叫什么呀？你大代叫发聪，哦，你二代叫发明，嗯，三代叫发广，好，你父亲叫发郎。哎，发郎啊，干嘛呀？小粉灯那个，啊？嚯，您知道不少啊！你师傅老带我去。你好好说啊，好好说，你好好说，有叫发廊的。后台对词没有这句啊。你有这句吗？一会儿我唱忘了就赖你啊。不是有叫发廊的吗？我有口音，叫这是口音的事吗？发廊。对，发廊。对了，三声了哇廊。又来了，你就没听过这路拼音。反正啊，庙里的生活呀十分的清苦，每天就是扫扫地呀，念念经啊。真萌这个。各位各位，有那么可乐吗？扫扫地呀，念念经啊。哎哎，每天都干什么？扫扫地呀，念念经啊。哎，你把你这大头摘下来怎么样？天天闲的他父亲是乌鸡六兽的，没什么事儿干，天天哼哼唧唧，哼哼唧唧，哼出这么一个小曲来。他怎么唱？叫和尚叹。你来，唱起来好听，你学学。我给您学学啊。和尚叹。
这是念念经。你看我像不像你父亲？哎，不像，差远了。小呀嘛小和尚，头光光，袈裟配身上，小木鱼儿敲个冰棒，念佛又呀嘛又烧西洋。忽然刮过一阵风，一股香味飘过墙。阿弥陀佛是什么？贼啦啦啦的香。嚯，挺好听，挺好听。为什么这么香？对，这香味儿从哪儿来的？它怎么这么香？是啊，因为这个和尚庙啊，隔着一道墙就是尼姑庵啊。打那边啊，你先等会儿，飘过来一股香味儿。哎。和尚庙旁边隔一堵墙就是尼姑庵。对呀、啊，这怎么盖的？这是方便啊，方便、巧合，有太巧合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，还雷同。哎，飘过来一股香味儿、哦、同时呢，也飘过来一个小曲儿。小曲儿是什么？叫尼姑探。尼姑也有探。对了，为什么叫尼姑探？为什么呢？怎么叫尼姑探？你说说。因为他的母亲啊，就是尼姑。哎。我妈是尼姑，我爸是和尚，俩人怎么凑一块儿的？你看，慢慢说呀。我妈是尼姑，其实你母亲呢不是正经的尼姑。怎么个尼姑？对，跳墙尼姑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哪儿啊？就给他提这个醒。老两口子都跳墙啊，这是急了，这是。什么叫急？废话。什么叫急了？跳什么？怎么全跳墙啊？狗急才跳墙呢。你别就别说那么明白了。怎么全跳墙啊？跳墙小时候嘛，玩嘛、啊。哦，不光你妈是跳墙尼姑，嗯，您的仨姨啊，都是跳墙尼姑。这哥们姐们还挺多，给他们姐四个啊，送到尼姑庵里头。嚯、哦，尼姑庵里头有一位老尼姑啊，叫智缺法师。哎，这个跟那智障是师兄弟。哎，智缺法师非常喜欢他们姐四个。哦，分别给他们起了发名了，也有名。你大姨叫慧聪。哦，二姨叫慧明，是三姨叫慧广，哎，你母亲叫慧饼，哎，慧饼啊，姐四个没有叫慧饼的，什么慧敏？慧敏，对，你妈周慧敏，哎，你妈才周慧敏呢，那你爸爸应该倪震呢？哎嗨，别给凑对了，你怎么姓于啊？啊，不是那个词儿，倪老师，啊，倪谦，倪谦，哎，对，我们忌讳这词儿。哎呀，说什么呢？这是不是啊？我的你要干嘛呀？我的捋里我说到哪儿了？你说哪儿？你别撅过去一会儿。反正庙里的生活呀，十分的清苦啊，每天就是扫扫地呀、啊，念念经啊。哎，不对了，不对，跟刚才不一样了。行了，行了。反正这个是干嘛来了？在庙里扫扫地呀。你听啊，天天闲着他母亲呢、啊、是五脊六兽的啊，天天哼哼唧唧哼哼唧唧，嗯，哼出这么一个小曲儿来，也有这叫尼姑探，怎么唱？唱起来也好听，学学，我给您学学啊。嗯，尼姑坐在庙堂，四季花儿为谁开放，背地里埋怨我的亲娘，人家的儿女成双配对儿啊，可怜小奴懒梳妆，掐朵鲜花插头上啊，插也插不上。为什么插不上？为什么呀？你妈是个秃娘娘。没头发。按说呀、啊、这两个人一辈子也不可能走到一起。说的是。但是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情啊，这年四月是两庙联合举办植树造林。这出家人还干这事儿呢？智障和智缺的主意啊。啊，一看就跑不了他们俩呀、啊、可巧的是，你的父亲跟你母亲分到了一个组。哦，你父亲刨坑啊，你母亲扶树。嘿，都怎么两个人干的是热火朝天。是，这一天下来啊，他父亲对他母亲产生了好感，有印象。这一次机会就够了吗？够吗？不够啊。还有吗？这年五月、两庙联合举办红五月歌咏比赛。这出家人怎么都那么浪啊？这个搭了一个大台子啊，和尚方派的是您的父亲啊，尼姑方派的是您的母亲、哦、两个人手拉着手走上台要唱山歌。哦，怎么唱？我给您学学啊。来吧。
小尼姑笑根嘎，叫了声和尚听根呀，你往姑娘的脸上看，起名叫做什么花？这是问题。小和尚小根嘎，叫了声姑娘听根呀，我往姑娘的脸上看，起名叫做玫瑰花。答上来了，玫瑰花，你妈一听很高兴啊。流氓啊，是怎么的？小尼姑笑根嘎，叫了声和尚听根呀、嗯、你往姑娘的耳朵上看、嗯、起名叫做什么花？又一题。小和尚笑根嘎，叫了声姑娘听根呀，我往姑娘的耳朵上看、嗯、起名叫做牡丹花。多好啊，你妈很高兴。是，又来了。什么毛病？小尼姑笑根嘎、嗯、叫了声和尚听根呀，你往姑娘的脑袋上看，起名叫做什么花？怎么回答？小和尚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姑娘听根呀，我往姑娘的脑袋上看、嗯、起名叫做大松花。大松花，你妈很高兴啊，还乐呢。嗯嗯，大松花是讨厌，生气了，缺德哟，门不跟你玩了。嗯，门门走了。嚯、哦、哼，走吧。哎，你回来回来吧，回来吧。我妈这腿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忘了跟您交代了啊，就上台的时候一不小心呢、啊、崴了一下脚。那么寸呢？都以为啊你母亲生气了啊，其实没有，是对你父亲产生了好感。是啊，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嗯，两个人成功的私奔了。哎，跑了，下山了啊，还俗了，嚯，结婚了，过日子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挺好。你猜怎么着啊？不到四个月、嗯、他降生了。哎，短点了，短点了，四不到四个月，三个月啊，那更短了，那个十个月呀。你也十个月吗？这不是废话，人都是十个月，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这是老话。简短截说，等他长到二十岁的时候啊，他也谈恋爱了，那是正常，喜欢上隔壁杨家庄一个姑娘，好，叫杨杂碎。哎，杨杂碎，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，是吗？稍微有点山气。哎，对，羊杂碎没法不煽起，人有叫羊杂碎的吗？啊、叫什么？羊阿翠。对，羊阿翠，羊阿翠、啊，干嘛在摔地下呢？什么什么？羊阿翠，羊阿翠，对，就是呲哇翠。要看见，不用拼音了。就是你跟杨姑娘搞对象这个事情啊，啊，被你们隔壁二傻子看见了。别人没看见，二傻子倒给看见了。哎，二傻子给你们编了一个小曲儿。嚯、哦，他还行，叫杨家庄。好啊，唱起来好听。你再学学，我给您学学啊。来来，嗯。在城东有一个，那是杨家的庄啊，有一个老员外，他就本姓杨啊，一辈子无有儿，所生下一个女儿啊，这姑娘长得像婚姻大事没有妥当啊，杨姑娘终朝每日盼想夫郎啊，这一日闲下来无事，站在门旁啊，走过来小鱼钱俊俏的郎啊，大眼珠子高鼻梁，闲来没事嚼冰糖，走上前来尊姑娘，这姑娘长得可是真漂亮啊，杨姑娘看看四外无有人行啊，低言巧语口尊相公 啊， 啊，今天晚上咱们两个来相会、哦、要相逢再三更、嗯、来趟我家中吧中啊，我丈夫不在家，咱们两个立根冷啊。不像话了，人家有丈夫是吗？爹妈不在家。对，父母不在，我爹妈不在家，咱们两个立根能啊、嗯、您琢磨呀、啊、杨姑娘对您有意思，是约您三更天去，夜里能不去吗？得去啊，二更天就去了。这么早到那儿一开门，两个人热情的拥抱、嗯、嘿，省略一万个字。哎，您这里还有这玩意儿？哎，当然了啊，转过天来，嗯，这个杨姑娘送您的时候是依依不舍，送我走，恋恋不舍，是哼哼唧唧，哼哼唧唧，哼出这么一个小曲来，叫什么呀？送情郎，哦，唱起来也特别好听。
好，您给学一学。一不叫你又来呀，二不叫你愁啊，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镀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东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，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南呐，顺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、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指挥一下。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西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。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，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北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王八驮石碑呀，若问这王八犯了什么罪呀，只因为他说相声桌子挡住了腿呀。小妹妹，别唱了，哪有这词儿啊，他把正确的词儿给忘了。哎嗨，忘了也不能胡唱。反正这两个人也成功的结婚了。那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都是好事。你猜怎么着，不到四个月啊，他儿子降生了。哎呀，我们家都这么快是吗？啊，哪儿有四个月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。对，简短接说、嗯、大姐去哪儿？嗨，什么玩意儿，您这就你这差出去的太快了，您这我还以为我媳妇儿跑了。简短接说，大姐去哪儿？你有准词没有啊？你要干嘛呀？我等他回来呢。谁？你这人干嘛？不是，人家也买票了。买票，人家没准走了呢。上厕所了。也没准。等一会儿吧，好吗？哎，别去，不等了。这么些人呢。啊？转过天来，等到大年初一的时候要回娘家串门子啊，要搁一般的家庭啊，说两句就完了。是啊，他们家非得唱，还唱，他还喊他媳妇呢。啊，媳妇啊，里边出来吧，媳妇儿。什么味儿啊？他媳妇打里边出来了。啊，来了。我媳妇这腿随我妈是吗？忘了告诉你了啊，你妈是这条腿啊，你媳妇是这条腿，不一样，这叫无敌鸳鸯腿。嗨。这俩人就别鸳鸯着了。他媳妇张嘴唱上了啊，唱起来好听啊。怎么唱？我给您学学啊。嗯，正月里也是理儿啊，正月里初三四啊、嗯、单位里放年假啊，咱们两个去串门啊、嗯、转回身哪、啊、来叫了一声他呀、嗯、你过来我有点事啊，咱们两个人啊抱着孩子啊去串门啊，当天去那么当天回啊、哎、看一看我爹我妈的那个老丈人啊，哎呀好
于谦心中想啊，我算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没听说，拿点什么东西？我拿点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曹子高大拔尖儿，马粪来一斤、啊。马粪，一样来一斤。一个羊的来一斤儿 啊， 啊！转回身拿来，打开相思棍儿 啊， 啊，取出来这个心上印儿啊，裤子本是塑料底儿啊，塑料的呀。毛料的裤子本是毛料的啊，枪毙那天穿过一回啊，结婚那天穿一回，结婚那天穿过一回 啊， 啊，到今天穿上它还是那么合身啊。哎呀啊，二人往前走啊，来到了自家门啊、嗯、七大姑八大姨啊，迎出了人一群啊，丈母娘接过孩子、嗯、亲了个嘴啊、嗯、呸，哎呀，这是亲嘴儿吗？亲两个嘴儿 啊， 啊，这个孩子啊真有根儿啊，肥头大耳双眼皮儿啊，不像他的舅爷、哦、不像他的爷儿 啊， 啊，真像这个他的爹，我王八羔子儿啊。去你的吧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八大吉祥，表演者高鹤彩、张鹤帆。给您各位换一场，哎，刚才是我师弟，嗯，给您石老师给您各位说了一段，是说的不错，下去休息一下，哎，说的挺好。您看今天过周末，嗯，来了很多的观众朋友，不少，大伙到德云社来，嗯，说实在的啊，不是冲我们来的，哎，那不是，都是小演员，可不，没什么名气，哎，啊，您各位来呢，到这冲着角儿来的，嗯，我们底角岳云鹏，对，啊，岳云鹏就是那长得大屁股圆脸那个，对，啊。这是屁股，这是脸呢、啊、这都一样啊，找一媳妇呢，铁锤妹妹，哎、对不对？但是这两天跟他合作的呢是于谦，于老师，哎，啊，为什么换于老师了呢？为什么？主要是因为我师父事儿太多，嗯，啊，平时没事啊，郭德纲郭老师，嗯，各地有演出，对，啊，录个节目，有，拍个电视剧，拍个电影，拍个 AV， 都、啊、太忙了啊。临时的安排呢，就跟哎啊，拍个 AV， 哎，我说要是咱师傅那样的，他要拍个 AV， 你看吗？我肯定不看呢。说那么结了吗、啊？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肯定有喜欢看的。谁也不看，啊、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，看我们大伙儿这口味多重，哎啊。咱就别胡说了行吗？哎，这叫好什么的都有，对不对？ 哎， 哎，我师父事儿太多，临时呢于谦老师跟岳云鹏俩人合作一场，对啊，最后一场节目是他们爷儿俩，嗯啊，这场是我们小哥来演出，哎，可能在座的各位对我们不太认识，不熟悉，上台来介绍一下，说说吧。我叫高鹤彩，哎，德云社的一位巨人。你怎么个巨人呢？锯掉两条腿的人、哎，还有这么夸自己的、哎、说相声就得有自嘲的精神嘛、嗯、好啊，旁边这位是我搭档，我叫张鹤帆，哎，这是我相声说的不错，哎，不好啊，在德云社来说称得起是首屈中指的好演员，您这夸啊，相当的有能耐，骂街我抽你信吗、啊、怎么了？讨厌，什么叫首屈中指啊？那应该什么呀？首屈一指，这不也一指吗？这、啊、还是一根中指像话吗？这不夸您两句吗？您哪个都不是夸人的，就首屈一指的好演员。哎，您捧我，相声说的不错。哎，不，小伙子长得也精神。哎，您各位瞧一瞧啊，往这这么一站，怎么着？就这么压台。哎，别捧我。哎，特别的长得身材比较魁梧，还行、啊，长得胖胖乎乎的啊，是一看就是有福之人。没什么福气。我一瞧见你啊，嗯，就想起一位元帅。哪位元帅呀？天蓬元帅。哎，像不像各位？我，你看都说你像，来现出一原型来让大伙瞧瞧。我还有原型可现我啊！你来一个要吧？我来什么来？你跑两圈也行。这什么就跑两圈啊？啊，没听说过，您这胡说了。我猪八戒像话吗？跟您开个玩笑。咱能不玩笑吗、啊？确实是长得不错。哎，哎，您各位瞧瞧、嗯、这个脸怎么着？哎，胖胖乎乎的啊，还行、哎，而且非常的嫩。啊，皮肤很光滑，这倒是。哎，用一个词儿形容人家，这叫怎么着 ？Baby face， 还有英文。哎，您各位瞧瞧这个 face， 怎么着？多 baby。会聊天吗您？怎么了？人的英文是婴儿脸的意思。哎，就说您这长得有福气，没哎，而且平时喜欢运动，
这倒是、哎、没事，好游泳，嗯，游泳游的可好了，那是啪跳下去，唰唰，哎，裤衩都追不上，呵，我就是没穿我，啊、那速度就咔，别跨了就，有裤衩跟着的吗？你这个，开个玩笑而已嘛，有您这么玩笑的吗？哎，您别上脸儿，对不对？讨厌，说相声就是这样，三句哈哈，两句玩笑，逗您各位一乐，嗯啊，主要呢让您啊对我们这个演员有个认识。这是啊，知道我们是谁？哎啊、您看我们说相声是很简单的，嗯，往这一站，两个人我一句他一句，简单几句把您各位逗乐了。对，但是跟您各位说，不是说随便一个人都干得了这个职业。那是啊，这对我们演员要求还是比较多的。那可不少啊。首先说，第一要求我们这个嘴里边得有功夫。哎啊，另外呢，还得要求我们得有点文化，有点学问、啊。平时没事得多学习。对了，多看书，可不嘛。啊，您就拿我来说吧。您怎么着？我就爱学习。好学，哎，平时看书特别多哦啊，看见我了吗？这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这里边什么？屎！你这人说话就损，知道吗？废话，这里边能装什么呀？你告诉我，这里边都是能耐，知道吗？一肚子的书本啊！看您肚子里边都是能耐啊，瞧不出来？瞧不出来。这么着？怎么着？今儿给你一便宜，给我什么便宜？让你摸一摸。啊，您这还能？摸一摸，能摸出来？怎么收费呀？您这人说话太葛了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？啊，什么叫怎么收费？你不要把你媳妇这个职业给我安上，好不好？我听明白了，白摸。那当然了。呵，我说，啊、东莞救了好多人吧？啊、你看，哎，白摸摸摸摸、啊，这什么呀？你看你能摸出来，哎、能不能摸出来？哎，你摸一摸，啊、这个，《三国演义》。没有。你仔细摸摸。我好好摸，实话实说，摸着就说摸着了。我说什么假话呢、啊、这个《水浒传》没有，《红楼梦》没有，《西游记》没有，《五经》没有。实话实说，知道吗？实话实说、啊、没摸着。这四书没有。不对。什么不对？不对。怎么了？你这个表情 啊告诉我你摸着四书了。没摸着，你仔细摸摸四叔。我，你好好摸摸四叔。哎呀，四叔特别乐意让你摸呀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来来来，过来啊，把手伸过来，啊，摸摸你二大爷。这还在占便宜的是吗？什么叫摸摸我四叔啊？摸摸四叔五经啊？这别说了，我一本我都没摸出来，您这没摸出来。啊，这都是能耐，没瞧出来。那拉倒吧你！我还给您各位说，咱看书是博览群书，嗯，看得多啊。看书这么多啊，练就了一手绝活。什么绝活啊？叫走马观碑。哎，行，又吹上了。我说这个走马观碑说的可不是您，这故事我知道。您知道？当然了。什么呀？我给大伙介绍介绍啊。这个说的是啊，秦朝的大将苏秦苏季子，说这人呢记性好，怎么好呢？说这苏秦呢。有一天骑着这么一匹大白马，然后在路上飞奔，正好呢路旁有这么一桶石碑，上面有这么十几行的碑文。这苏秦呢骑马打这儿过去了，连马都没停，这么一过去，这十几行的碑文他记下了，这叫走马观碑。这叫走马观碑。对了，这叫能耐吗？记忆力好啊。记忆力好，我比他强多了。您怎么就比人强呢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我问问你，怎么着？哎，是马快还是火车快？那当然是火车快啊。我坐火车观碑。您坐火车能观碑？哎，而且还倒背如流。还能倒着背？就这么大能耐。您这能耐大了。哎，而且跟您各位说啊，坐就坐那快的。快的，北京到天津那和谐号，动车组，动车组坐最快的、啊、哎，时速300多迈。哎，对对对，买一张票靠窗户坐着。干嘛靠窗户呀、啊、方便观碑文。哦，就为了看这碑文。哎，这火车开起来唰，300多迈，快。哎，路旁有一桶石碑，火车过去了，这碑文我记下来了。这碑文是廊坊廊。哎，倒背如流，防狼。哎呀，行了，哎呀，防狼、哎、了，哎呀，哎，受累，我问一下啊，啊，杨村您没看着吗？我上厕所了。上什么厕所了？好，正牌子那俩字比你个儿都高，你知道吗？那也得讲究技巧，知道吗？你眼睛得快，擦
你得这样知道吗？这防狼防的就是你，你知道吗？你还倒背如流，这叫能耐，明白吗？别吹了，行了啊，你也甭吹了。怎么着？上来我就听明白了，您就想说您这文化底蕴深厚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么着，别说了，咱俩今儿在这做一回文字游戏，你敢吗？怎么着？文字游戏你敢来吗？来一回文字游戏。对了，看看我这学问。没错，没问题呀、啊。敢来？来一回。那我可就出题目了。你随便。咱哥俩今儿玩一回八大吉祥。什么叫八大吉祥啊？您呢跟我说这么八个字、嗯、说哪八个字？天桃林海灯莲香八，就这八个。对了，听着，那来，天桃林海灯莲香八，完了。你是 MP3 吗？这不你说说这八个字吗？什么？我让你这复读来了是不是？你不说说完八个字？文字游戏当然有规矩了。什么规矩？咱就说这八个字儿啊，单拿出一个字来，咱们就有讲究了。这一个字啊，咱们要拆成两个字儿啊，一个字还拆成两个字儿。说这么四句话啊，说几句话？哎，找出这么几位古人来啊，还有几位古人？这几位古人呢，得同朝同代能说得上话的啊，还同朝同代说得上话的。对了，格式是这样的啊，说谁问谁？谁问谁？问谁？问谁？哪儿去了？哪去了？最后呢，还得落在这个字上。最后还得落这字上。听明白了吗？没有。哎，那一句一句学这么利索您？您这说的太复杂了，我都懵了，知道吗？也是。啊，您直接说一个不就完事儿？规矩太难，大伙儿可能也没听明白。啊，我举个例子。您举个例子，行不行？您说一个。咱打这个天字开始。天字说。行不行？说。啊，一个字拆成两个字啊。说吧。说一大念个天。一大念个天。对了。啊，您等会儿。上过学吗？上过。一大念天吗？念啊。念。对啊。一大，这不念夫吗？丈夫的夫啊。嗨，不是那个不出头他不就念天了吗？那你不应该这么说呀。那我怎么说？你应该这么说。怎么说？一大嗯括弧不出头括弧念个天。哎，嗯，不是，做学问要严谨，知道吗？我跟您说啊，文字游戏它终归是个游戏，没有那么严谨，就这意思，差不多就行。那你来，行不行？接着来，接着听啊。哎，说一大念个天，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，这是两位古人呢？两位古人，同朝同代能说得上话的。哦，这下边就是这格式了，谁问谁？问谁哪儿去了？啊，就这格式了。听着啊，啊，说一大念个天，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，问谁？问关羽哪里去？哪去了？麦城宾了天。关羽走麦城。我这是三国的故事。三国的故事，三位古人同朝同代说得上话，没问题呀、啊，能来吗？照您这意思来，您就照这格式来，照这来啊，来啊，听着啊，听您的。说，嗯，一大念个天，谁问谁？一大念个天，我们听明白了，问你谁问谁？推安天。汉语拼音都出来了，我怕你听不明白，知道吗？听着，说一大念个天，谁问谁？豪仙问路仙。嗯，等会儿，怎么了？不是，咱可说清楚了，是两位古人。对，这不两位古人吗？不是，您这豪仙跟路仙这什么古人呢？你看，我说你读书倒不爱听，是不是？怎么呢？你读书太少了，这是两位古人不知道。我不清楚。哎，有这么一部书啊。什么呀？叫《博蛇传》。不用上口，《白蛇传》。哎，里边有一个什么叫《博蛇传》呢？嗯，哎，就是两个大长虫在那转，转啊，对不对？哎、俩小彩旗儿，您看看没有？哎、什么叫小彩旗儿啊？这转像话吗？您这个、啊、就两个大长在那转，没有这么解释、哎。这里边还有一个法海，嗯、哎，手里面拿一碗，哎，叫这个青白蛇。嗯、啊，你们两个快到碗里来。哎，嗯，哎呀，你才大碗力气。哎呀，嗯，原来这个《白蛇传》是给 M 豆做代言的、哎，对不对？哎，里边这青蛇、博蛇啊，哎，博蛇呢，为了报恩，嫁给一个爷们儿卖野药的，叫许仙，还卖野药的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别胡说。哎，五月五端阳日，哎，误饮了雄黄酒，把这个许仙吓死了。哦，为了救他爷们儿，仙山稻草。对了，盗取大个儿的狗尿苔。哎，嗯，干嘛用啊？那个、嗯、狗尿苔。灵芝，哎，千年灵芝草。对了，哎，看守灵芝草的有两位仙童，都谁呀、啊？豪仙跟陆仙啊，这不两位古人吗？哎，哦，打我嘴里边说出来的，这也是啊。
这神话故事也算啊，算不算呢？啊，算古人。哎，对，豪仙问鲁仙，那问谁呢？问南极翁哪里去？您这南极翁是？南极子，老瘦小，奔头，大脑袋，拄一拐棍儿。那个，这寿星老什么模样？这是呢？对不对啊？寿星老，哎，寿星老，好，哪儿去了？跨豪上南天。上了天了，哎，骑着仙鹤啊，骑仙鹤，呱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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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？上天了。你是不想干了吗？怎么就不想干了呀？不是您这仙鹤出来马蹄时，还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，你这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人家就伴奏，对不对？不管你怎么伴奏，节奏这叫。你先告诉我，仙鹤怎么来的马蹄时？怎么来的？对呀，对不对？他得助跑啊。对不对？郭德纲、郭老师，我哎，他起飞啊，对不对？不是仙鹤还有助跑？那当然了。行，您这够能编的，您这个。接着往下说。算您说下来。哎，你来吧。那咱说第二个字。哎，说说桃字。桃字。说穆赵念个桃。谁问谁？许褚问张辽。问谁？蒋干哪里去？哪去了？相府献寿桃。您这是？曹操过生日。曹操过生日。还是三国的故事。和都是三国，哎，我还这么跟你说啊，今儿为了展示我这能力啊，我以后句句不离三国，都是三国，都是三国故事，没问题。哎，你听我的，听您的，该我了，来吧。啊，说，一大念个天，桃了。一大念个桃，啊，穆赵啊，穆赵念个天，啊，桃。穆赵念个桃，桃。哎呀。打顺手了，你这说对了也打是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对不住，啊，你接着说，接着说。你有点讨厌了这儿呢吗？哎，顺手了啊，说一大念个天，好，不是你说错了，你打我啊你？哎，你打我好多下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人抱我心里多强，哎，好好来，好好来，好说好说。哎，说穆赵念个桃，谁问谁？迷路问仙毫，不是我，哎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啊？啊，不是你这迷路仙毫有哪二位啊？这就刚才豪仙鲁仙，不是那俩人刚才不出来一回了吗？对呀，啊，是出来一回了。那怎么又出来一回？刚才是他问他一句，啊，这会儿是他再问他一句。哇，您这破玩意儿还有来也有去的，是不是？那当然，你不回答人家问题多没礼貌啊！也怨我规矩没说明白。哎，迷路问仙毫，问谁？问南极翁哪里去？您这南极翁是？南极子，老寿星，奔头，大脑袋，啊，对不对？老寿星吃摇头丸了，我跟您说吧，拄拐棍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有寿星老。哎，寿星老，哪儿去了？三月三复蟠桃。您这故事是？王母娘娘过生日。比我那还大一截，行不行？过生日都压着我。那当然了。行，接着往下来，啊，往下来，来啊。嗯，说林字啊，林字说二木念个林，谁问谁？张飞问赵云，问谁？问黄嫂哪里去？哪去了？躲避密松林。您这是长坂坡呀？赵子龙单骑救主，还是三国？离不开三国，我就行啊。该我的了吧？该您了。听着啊，等会儿说，等会儿，您说是说啊，但是我跟您说一下咱们这规矩啊。怎么了？您那个那俩人可不能出来了。哪俩？这您一句他一句，俩人对口相声，这我受不了这个。您得给我们换个人了。你放心，绝对不出来了。来，欣欣的，啊，有欣欣的，来，欣欣，听着啊，你来说，嗯，二木念个林，谁问谁？豪神问鹿神。哎，你看新鲜不新鲜？什么新鲜什么呀？怎么了？这不还是那二位吗？不是那二位，那怎么着？刚才那是仙，这是神，这神比仙大一级啊，对不对？打怪打多了升级，对不对？咔一下，哎，您这什么都有，您这还有升级的事儿？那当然，这不一样啊，这神跟仙是有区别的。行，算我没说清楚，哎，你接着说。神问鹿神，问谁？问南极翁哪里去？您这南极翁是南极子，老寿星，奔头，大脑袋，拄一拐棍。哎，早晚这老头得嗑药嗑死，我跟您说吧，老吃这摇头丸也不好。哎，就是南极翁哪去了？行，算您说上来了。是，接着往说。南极翁哪里去？去哪儿了？去找蔡依林。
蔡依林。哎，对，骑着仙鹤了嘛，当然就爱听歌，妞儿给大爷乐一个。哎，这什么寿星佬这是？妞儿，妞儿给大爷乐一个。寿星佬是老流氓啊！您这个您。你管不着，找乐子这字儿就行了。您真能矫情，行，接着往下说吧。啊、往下来说海字儿，海字儿说水美念个海。谁问谁？周瑜问黄盖。问谁？孔融哪里去？灭绝了。灭绝？嗯、灭绝了。哎，恐龙大个恐龙，对不对？自个儿放屁把自个儿崩死了，等。哎对不对？我头回听说这白垩纪时代是死在自己屁里边的。嗯，就是这么说嘛，对不对？谁说恐龙了？你说的。我说的孔融。孔融让梨那个。哦，四岁让梨那个。对呀、啊、你说清楚了。是你们没听清楚、啊、行行，孔融哪里去？少居在北海。孔北海还是三国？还是三国。对了，行，听我的。哎，听您的行、啊、您等会儿、哎，先说清楚了啊，您那个神呢、啊、仙啊，玉皇大帝都不能有 啊， 啊，您升级了我可受不了，咱得换点新鲜的。有新鲜的，来新鲜的。肯定不出来了。可不出来了。肯定不出来了。来新鲜的。听着啊，嗯，好。说水美念个海。谁问谁？豪仔问鹿仔。你看没出来吧？啊，是，可不没出来吗、啊、下崽子去了都、嗯、什么叫下崽子去了？什么叫豪仔鹿仔呀？啊，你这个人啊没文化。怎么呢？这崽是对别人的尊称啊。叫人崽子还是尊称、哎、那是现在有好多人追星、嗯、哎，好多小女孩喜欢那个明星。哦，比方说喜欢刘德华的怎么称呼他？华仔。喜欢周星驰的？星仔。喜欢郭德纲的？郭仔。你说的、哎、往沟里带人就、啊、我跟您说吧，你怎么不说刚仔呢？行，别废话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就是对人的尊称啊。这是尊称。哎，尊称。行行行，豪仔问路仔。问我直接说大脑子哪儿去了、啊、哦，就不问了。我都你怎么就知道我说大脑袋呢？废话，你还能说出别人来吗你、啊、行行行，我就说大了。对啊，什么脾气、啊、南京翁哪里去？这就不用说哪儿去了，这啊，哪去了呢？骑着仙鹤过大海。你看这水多水。我这、哎、您还知道您这词儿够水的是不是？这就可以呀、啊、行行行，您这是人才、啊、我跟你说。那是啊，接着往下说吧。哎，接着往下说。说灯字。灯字。说火丁念个灯。谁问谁？马岱问孔明。问谁？问魏延哪里去？找四大叔去了。找什么？就找四大叔去了、啊、得了魏延怎么办？请用四大叔。哎啊，什么都有。您这广告上说的明白。我这说的是大将魏延，三国人物啊。脑后有反骨那个。对呀、啊、狂骨。对呀、啊、打人一下噔找一滴血、哎、好嘛，对不对？三国杀又出来了啊。您是什么都明白是不是？这咱会呀、啊、别会了，接着往下说吧。魏延。魏延。魏延。哎，魏延哪里去？闯灭七星灯。这是五状元。五状元。对了，诸葛亮归位了。没错啊，您听我的啊。该您了。火丁念个火丁啊、嗯、火丁念个灯。谁问谁？豪童问路童。不是，你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豪童跟路童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崽子长大了就成童了。谁崽子啊？说了半天，刚才那俩还是崽子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刚才就顺着您那思路来的呀。行行，接着往下说。哎，豪童念路童，问路童。你就最后说哪儿去了就完了、啊，肯定是那大脑袋跑不了。嗯，哪去了啊？正月十五逛花灯。哎呦，老头又玩去了。这行不行？这行，对不对？啊，行啊，落这字上了吗？落这字上了啊。接着往下说。行，接着往下说。哎，连。连说。车走念个连。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。问谁？问等会儿等会儿张等会儿等会儿。干嘛？我抓着你一个破腚。不是，什么叫做破腚啊？不是，那破绽。对，你站起来我才看得见。还是破裤子，我这个。哎，各位啊，不知道您注意没有？嗯，刚才说一大念个天的时候，怎么着？吕蒙问孙权已经出来一回了啊，出来一回了。哎，你这吕蒙问孙权又出来一回，您出来两回了啊？您说我前面那个出来一回了，到这儿又出来一回，这是两回了啊？哎，你那大脑袋出来800多回了，我说你什么了我？再说了，往下听，我后边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对了，那你往下说，听着啊啊，我这是问。张飞哪里去？
张飞哪里去？是不是不一样了？还真不一样。哎、哪里去？三马并相连，虎牢关；三英战吕布，呵，还是三国啊？离不开三国。像我这个，来呀！啊，车走念个连，谁问谁？豪仙问鲁仙。哎，我说你，我这后边不一样。哦，后边不一样。哎，问南极翁哪里去？哎，不是，我这后边不一样。啊，开车上大连。就一句不一样啊，那也是不一样啊。我说您太能矫情了，您啊，什么叫矫情啊？哎，我就没见过您这么着啊，高海，今儿我为了治你这毛病，这么着，咱直接说这八字，直接怎么着？说这八字，直接说最后一个字。对了，行，那直接来吧。就为了治您这毛病啊，你说为什么说这八字？嗯，你看这八字好写，一撇一捺，但是它的折口是最难找的。我就不信了，找找你说呀，来啊，嗯，说撇捺念个八，谁问谁？唐僧问白马，问谁？问你等会儿，我又抓你一破腚，不是我哪儿那么多破裤子？你告诉我，哎，各位啊，刚才他说的好好的啊，嗯，打这往后我句句不离三国，怎么着？你前面三国说的好好的，怎么着？到这怎么改《红楼梦》了？我这是《红楼梦》吗？那你这什么《水浒传》吗？嗨，都迷糊了。你怎么改了《西游记》？为什么改？我这跟你说，嗯，我三国不说了，我改了，您也给我改改，什么豪啊，什么鹿啊，还得倒霉大脑袋，都给我改改，咱都不要了，都换新的，听明白没有？都换，都换，没问题，能来吗？来，来啊！你说，说撇儿捺念个八，谁问谁？唐僧问白马，问谁？问悟空哪里去？哪去了？高老庄捉猪老八，猪老八是猪八戒，猪八戒。哎，最后说猪八戒，最后得落在八字上啊，就为了那字儿。对了，那没问题。嗯，听我的，该您了，听我的，说说，撇儿捺念个八，谁问谁？好，还有好，没有没有，撇儿捺念个八，谁问谁？好妈问路妈。不，还有好是吗？撇儿捺念个八，谁问谁？你奶奶问你妈。哎，你奶奶问你妈，不是这怎么样？什么就怎么样啊？您这不像话了啊！怎么了？咱前面交代清楚了，两位古人呢？哎，这叫讲今比古，把你们家人比作古人。哎呦，您这么说还抬举我们家？这是好事儿啊！好事儿行啊，这么着，好事儿您句句不能离开我们家的事，都是你们家事儿。说死了，听着，您来吧。说撇儿捺念个八，谁问谁？你奶奶问你妈，问谁？你爸爸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河边当王八。去你的吧！